在2009年我们杂志社派我去，当时拍喜马拉雅一座山，好像是甘城张家峰，要拍新年的第一缕阳光，然后我们就去了。结果在这个我和向导，一个夏尔巴人向导，在去拍照片的时候，因为它是大森林，它跟这不大一样，它是森林，那个地方正好只有一个角度是正好可以找到最好的拍摄角度的，然后我正准备走，然后向导说明天可能会有雾。Loco, no, fuck. 在大雾中你根本不可能找到这个点，因为都森林里都几乎一样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个点，我就把摄影就放在这里。那个地方是没有办法树荫的啊，就是摄影就放在，我说这里边没有人，那不可能偷，除非动物把它弄走，但没有动物。然后找到一个地方树荫，我当时觉得第二天拍什么没有难度，但是第二天早晨我突然得痢疾，已经还是肠痉挛，我身上带的药物实际上起不了作用，反正非常非常痛苦，根本就动不了。但是阳光马上就出来了，我觉得很遗憾，怎么办？我突然想到我这个夏尔巴人的向导，他跟我已经有2-3次一起工作了，他对怎么组装相机其实很熟悉，他只是不会曝光而已。然后我就说 OK， 我把相机就给他了，我说那你去拍吧。然后我拿测光表量了曝光指数，就我拿对讲机报给他，他就拍。其实他跟很多摄影师合作，我相信他是有一些摄影常识的，他就拍了。拍完以后，因为是胶卷，我也不知道拍的怎么样，反正拍完以后回来，后来回成都很冲洗，我一看确实挺好的。有一种感觉就是我高度信任他，因为在野外像我们这一行工作的时候，信任别人有时候比信任自己更重要。这三人就像你的伙伴，就像你的朋友，就像你的亲人一样，他就在这儿，他不说话，但是他在时时刻刻的支持你，爱你。